句话肯定是乐乐说的，他说他其实是老司机，但是是开车的老司机，你是真的老司机，你是开另外一种车的老司机。谁说的？乐乐说的。蒋子乐吗？对，他说你是开另外一种车的老司机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们是下次一起来的时候要 PK 一下吗？嗯，过两天就来了是吧？嗯嗯嗯，不 PK 了，这个问题留到私下我跟他解决一下。好，写出对方喜欢的运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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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吗？就是你转过来，你背对他。啊，不对，他背对你。好像你还转过去吧。好像你还转过去吧。哦，我这边写的是小乐写的是个人技能是做人，做人就是，哎呀，太会做人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我自己不太好说这个。好，乐乐眼睛大大的，谢谢。中路我不是大樱花，我是小仙女。你们看他俩同框了，快截图。快。我感觉你就是知道屋里躺着谁，然后不想让我进去，然后你想自己进去。看着我的眼睛。很好奇自己一个人，我一直以为老干部是喜欢独处的。嗯，的话就是会比较孤单嘛，然后一个人其实那你可以找他呀，孤单的时候可以求助他。对啊，所以就没有自己一个人嘛。哦，哎，真害羞的话说。3 3 3 3 3 3 2 1，走你。懂了。做个梦达，我想看看你的梦达是什么样的。本来想送那个牌子，那个萌萌哒那个牌子，哎，这个可以送给我，这我要，这我真要，这送给我吧。我说说你的呢，真的这可以，这我要，不是冠军礼物吗？那头画的是吗？粗的这头，对，这头，没错。其实想要彩笔，嗯，节目组我们要彩笔，他们的表情你们真应该看一下，刚才底下那女老师。他自己一个人，我怎么知道他害怕呀？你害怕自己一个人？啊，会有的时候是怕孤独。怕没有人讲话。你会怕没有人讲话？哦，没有人讲话的时候就要自己跟自己讲。你现在这么说话，我挺害怕的。很会累。我挺害怕的，没事吧？他们都让你加他。那你们不加？你们都让乐乐到。好快呀，乐乐嫁我。好的，明天就嫁。明天这么随便。啊，等一下我再转一圈。啊，等一下我再转一圈。啊，等一下我再转一圈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要这样嘛。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。这一生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。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的，我愿把一切都放下，给你幸福的家。Oh my love。
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，这一生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床地啊。Yeah.